为了能见丈母娘，我使劲赚钱，主动接下接绿的发荒单。带着摄像记录仪，我奋力一踹，哪知见面我两眼一抹黑。两个都是熟人，女友哭着说她被骗，兄弟慌不择路逃跑，只留下我和雇主面面相觑。绿哥你好，请多多指教。你好，绿姐，别来无恙。谈了一年的女友柳如烟约今年春节让我去见家长，我他妈都乐屁了，直接连轴打两份工。 周哥有大单子，接不接？接，怎么能不接？看着这两千块的酬金，我心动不已。专业捉奸，全场录像，挨揍不用赔，我们自己讹。我的宗旨只拿钱，绝不麻烦雇主。小哥，你记住了，到时候你只要踹开门，其他的我来。我看着眼前打扮的时髦、身材较好的单主，心里想，到底是哪个小子那么没眼光？ 那么好的女朋友不放在家里宠，竟然偷吃起外面的野花，心里摇着头。我表面笑嘻嘻答应。单主找到我的原因很简单，最近我已经为两名女性解决了绿帽困扰，在这行业已经小有名气。毕竟像我这种不需要后续赔偿的傻大哥已经很少了。再说了，能为别人排忧解难，这件事就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。按雇主说，她男朋友最近总是对着手机傻笑，不出意外的意外。 那肯定是谈恋爱了，因为这个男朋友，他和父母吵翻了天，还给恋爱脑上头，给她花了不少的钱。一气之下，她在男友的手机里秘密的分享相互的 ID 定位。这不，她今天说要到外地出差的男友，偷偷摸摸的来到一个居民楼，这一停留就是停留好几个小时。期间，单主打过电话，男友都以开会为由挂断她的电话。凭借着出色的第六感，她下单了，单主。 其实你大可以说分手，为什么还要追过来呢？我问。那王八蛋还欠了我好几十万，手里还有我送的上百万的礼物，我要让他全部都还回来。单主哼了一声，踩下油门，发动机的轰鸣引来不少瞩目。我咳了两声，不忍心在他伤口上撒盐。坐上单主的法拉利，吹着呼啸而过的风，我们兜兜转,转转来到了一个破旧的居民楼。望着眼前不知道有多少楼龄的居民楼，我皱了皱眉。 你男朋友的眼光似乎不太好，你条件多好啊，怎么就来了个这样的地方？我不由感慨。雇主冷笑一声：“男人嘛，就是贱得慌，放着好的不要，非得吃一些青菜白粥。”我摸着心口，突然感觉一阵刺痛，也不知怎么地，我感觉单主看向我的眼神都带上了不善，真是祸从口出。娘的，我就不应该多嘴。轻轻的点了自己嘴巴两下，稍稍做自我惩罚。 我便跟上他的脚步，居民楼不高，我们走着步梯，单主一路看着手机。最终，我们的脚步停在五楼一扇门外，垃圾就在里面。单主指着门，淡定的收起手机，反手从侧包拿出单反相机。小哥，踹门吧，赔偿我全权负责。得了单主的保证，我屁颠屁颠戴上绿头盔，呼出一口浊气，拿出我的家伙，捣鼓一阵子，再接着大脚一踹，捉奸了。 屋内一声尖叫，一声怒吼，我们四人四目相对，手里的家伙顺势一掉，发出霹雳哐啷的响声。我日思夜想的女友此时正围着床单，满脸惊恐的看着我，而和我称兄道弟的兄弟和条冰棍一样，拎着菜刀指着我。你说你要考编复习，让我一个星期都不要联系你，柳如烟，这就是你的理由？还有你，你他妈个混蛋！都说朋友妻不可欺，你倒好，跑到我头上撒尿来了。 我他妈气得手抖，喉咙也忍不住呜咽，咔嚓咔嚓好几声响，两人顾不得反驳我，又是五上又是五下。赵明，我告诉你这件事没完，你欠我的那些钱，我限你三天之内就还给我，还有我给你买的所有礼物全部都打包还给我。至于我们两人约会的清单，我已经列好，已经发送到你的手机上面，请全部以 A 的方式还我。单主有理有据，把他所有的诉求都讲得明明白白。 赵明从一开始的愤怒变得惶恐，扑通一下直接跪倒在地。月月，求你，求你不要那么残忍。这一次我不过就是被迷了心，才会犯下这种大错。我和你保证再也不犯，你就原谅我这一次。单主周月甩给他一个大耳光，对着他那张脸连呸了三声。我和你说，你们两个的照片我一定会好好珍藏的，绝不会私自散播。柳如烟哭得大声，抱住了我的腰，字字指责。 他告诉我，他是被迫的，是赵明勾引的他。他在家待的好好的，是赵明上了他的家。我一把推开他，反问道：“柳如烟，你是不是当我傻子？上你家，你们两个上着上着就上到了床上。再说了，这里压根也不是他家，这里百分之百就是两人暗度陈仓的地点。要不是接了这个单子，我压根不知道我被瞒到什么时候。”柳如烟捂脸痛哭，可我却半点心疼都不存在。 除了我，还有谁能当这么大的院种？他说要考编，我就把我所有赚的钱全部都打到他的卡里，生怕他饿了、渴了、钱不够了。我他妈捧在手心怕融了，放在嘴里怕化了。可他呢，一口一口的喊着别人哥哥。柳如烟，把我的钱还我！柳如烟脸色一变，隐隐的看了一眼赵明。看到这一出，我哪里还忍得下去？对着赵明就是一顿毒打，对，打他大腿。 打他肚子，周月边加油边给我指导。放心，医药费我出。这一下我打的更起劲了，只要不伤害我的钱包，说什么都好。一拳一拳递下去，我的怒气消散不少。别打了，再打下去，小明就要死了。柳如烟拦在我面前，护到赵明的身上。这位小姐，首先我不管你是谁，但是对于你私自拍摄我们照片，这是违法的，我一定会追究你的责任。至于你。 我们两个又没结婚，不过谈恋爱都是你自愿为我花费的，我是一毛都不会赔给你的。柳如烟嘴里义正词严，句句都没有悔改之意，说白了也就是告诉我，我们不过就是个恋爱关系。他和赵明也有权利在一起，我真他妈被气笑了。柳如烟，你你们这对狗男女，好样的！你给我等着，一点道德底线都没有的人，我就不信能有什么好出息。恶心，实在是恶心。 管他们做什么，痴男怨女锁死吧。走，本美少女请你吃和牛。周月拽着我出了门，只是下一秒比我们更快的是赵明如火箭一样的逃跑，还有屋内嚎啕大哭。绿帽哥，你好，多多指教。我勉强的勾起嘴角，握住他伸出的手。你好，绿帽姐，别来无恙。盯着我脸，周月扑哧一声笑了出来。像你这么纯情的男人少了。 要不要和我谈个恋爱试试？你的钱我会帮你拿回来的。被周月送回家门口时，我整个人还处在晕乎乎的状态下，和牛吃了。周月的保证我也得到了。许周，明天来我律所，这官司我帮你赢得漂漂亮亮。周月的话历历在耳，我颓废的靠在沙发上，瞥了一眼我和柳如烟的合照，抽出相片，我正准备一分为二，却发现背后有一句娟秀的笔记：钱包哥，真恶心。 这意有所指的话，简直就像一把利剑一样，深深的扎到我心里。钱包哥，谈了那么久的恋爱，我就只落得钱包哥的称号。好，好，好，我正想要用什么办法从柳如烟手里挖出我对他这些年的付出。不停响起的提示音打断了我的思绪。你快看看朋友圈！我了个天，你到底发生了什么？兄弟别闹，有事好好说，进局子可就不好玩了。好兄弟的这些提醒。 看得我一头雾水，懵懂间我打开朋友圈，这不看不要紧，一看我便知道了什么叫倒打一耙。柳如烟发了一小篇幅作文哭诉，里面洋洋洒,洒洒写满了对我的埋怨，例如我工作忙根本不陪她，每一次总是用礼物来搪塞。更为好笑的是，他把今天的事情完全颠倒，文字里明指暗指都在指责我攀上富家女出轨被发现，反倒将他毒打了一顿。而下面配图的就是他亲子的手腕，还有他哭泣的自拍。 下面有不少我们共同的好友，也就是活爹们，为他出气，为他出主意，让他报警。要不说是活爹呢？当初追他的时候，他身边的朋友我也没少拉拢，奶茶火锅吃了一遍又一遍，才将将他们嘴里活过来。他的回复尤为无辜，句句都是受害者的角色。你们别说了，我从来都不怪他，这都是我自己选的路，跪着我也要走完。谢谢姐妹们的关心和一切安好，暂时不打算报警。 我一边看一边摇头，回复道：“你要不报警，我报警了。”但也就是两秒钟的时间不到，我的留言就被删掉，转而是他的私信：“你到底想怎么样？我不过就是犯了女人都会犯的错误，我只是让你提前体会一次痛苦，以后我就不会再犯了。给相互一些体面，我不拆穿你，你也别拆穿我。”看着这恬不知耻的话，我皱紧眉头：“还钱，否则法院见。”下一秒。 柳如烟发给我一个详细的清单，里面详细划分他给我买的每一样东西，上到外套，下到袜子，就连我们出去吃的饭也在这清单之中。清单的最后归了个总数字一千零八十。也正是由于这份清单，我才知道我尤为珍惜的牌子外套，他妈是他从拼夕夕买的八十块的伪劣品。他还告诉我，这是他花了好几千块，把零花钱省吃俭用省下来送给我的生日礼物。我这是真真正正地气孝 看着被我板正挂在衣柜的衣服，我反手甩到地上跺了几脚。我还得感谢他，要不是因为这份清单，我连衣服真正的价值都不知道。他可真有良心啊！账号你知道，限你二十四小时之内还给我，否则上诉。上诉吧。回他三个字后，我直接退出对话框。狗狗嗖嗖，我爬到床底下，掏出我的铁盒子，盯着密密麻麻的申请书，我笑了。事情还没完呢，还好老子留了一手。 一夜好梦，我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吵醒，还不等我打开，闯进来的人群吓得我一激灵。许州，你没事，太好了，你昨晚没接我电话，吓死我了。下意识的接住撞进我怀里的柳如烟，我问他到底是怎么回事。许州是吧？我们现在怀疑你故意伤人，请你跟我们回局里调查。昨天和他说完话，不想再看到他的狡辩，我直接就关机。怎么这一觉睡醒，天都变了？ 对不起，是我闺蜜他们太担心，所以报警了。柳如烟嘴上说着抱歉，可我丝毫没从她眼里看出内疚，满满的幸灾乐祸，全是她对于我的嘲笑。真是不明白了，你们现在年轻人都在搞些什么？你女朋友对你这么好，那么担心你，你居然还要对她动手，真不是男人干的事情。随行而来的警察对着我也是一顿奚落。就这样，我平生第一次进局子。 就是因为眼前对着警察嘘寒问暖的女人，警察哥哥，我们两个已经和平分手了，请你们一定不要为难她。她也不是故意打我的。我低头看着自己还穿着平角裤、踩着人字拖的装扮，气不打一处来。这他妈的好歹让我打扮一下，第一次去局子不得打扮的光鲜亮丽的，要不别人还真以为我犯了什么事进来。警察同志，你们调查清楚了吗？就请我到局里。 我边说边看了一眼柳如烟，他明明知道我有证据在手，为何还纵容那些活爹任意妄为？这个我想不明白的话题，到警局立马有警察为我解疑。也正是因为警察质疑这件事情的真实性，所以才会找到我们两个当事人。而真正报警的人就是那群活爹之一。在我拿出证据时，柳如烟的脸比吃了屎还难看。不过倒也不怪他。 能在警察质疑的眼神中厚着脸皮继续待着，算他厉害。你不是答应了我要把这些视频删掉吗？我摇了摇头，只觉得他可笑。这些我从来没有答应过的事情，我怎么承诺？再说了，这不过就是我一不小心才记录下来的。兄弟，辛苦了。世界之大，别在一棵树上吊死。有任何情况，欢迎你来找我们帮忙。留个电话吧，我觉得你这人挺不错的，我可以介绍我妹给你。 我牵强一笑，婉拒了。最近这段时间，我都不想再碰任何的女人了，太他妈伤了。至于他们对我的污蔑，我是否可以提起对他们进行起诉？据我所知，报假警可不是一件小事。那些活爹要是没有柳如烟的推波助澜，也一定不会做出那么冲动的事情。毕竟他们军师团极其容易受到情绪的波动，柳如烟又是一个积极喜欢煽动别人情绪来达到自己目的的女人。对于他们这件事情。 我们会对他们进行口头训诫，每个人都要写悔过书。暂且听到了我满意的回答，我万分感谢，警察先生。我还想询问一件事情：如果有本人亲手申请贷款，并且所有的资金流向都由本人使用，是否需要承担还款？警察先生思考了半秒，给了我肯定的回答。柳如烟似乎也嗅到了不寻常，扯着我的袖子一直追问：“哪壶不开提哪壶？你到底想做什么？”我告诉你。 我们好聚好散，别想用道德绑架我。那些钱我早就已经花光了，而且是你自愿赠予的，我并不需要偿还。一把甩开他，我顶着四角裤，我大摇大摆走出橘子。但不成想，越是不想来，越是被碰见。迎面看到的便是周月。我没想到你的爱好还挺别致的。望着他嘴角强烈忍住的笑意，我一时间不知道是捂上面还是捂下面。你，你怎么在这里？ 来找我歌颂，话还没说完，被我熟悉的声音打断。哎呀，你来的真好，这不，刚刚说要给我介绍的警察，恰好周月的哥哥。这神奇的巧合，再一次让我见识到这世界是有多么的小。我就知道你们勾搭在一起了，还敢倒打一耙，我绝对不会原谅你的。柳如烟抛下一句莫名其妙的话，狠狠的瞪我们两人一眼，甩袖而去。此时此刻，我只想撒泡尿照照自己。 我当时到底是怎么瞎了眼，才会像这样一个蛮横无理的人捧在手心？嗯，一定是喝水少，尿太少，照不清自己。一场乌龙过后，我开始着手整理信用卡申请书。之前因为家里闹拆迁的事，我的身份证一直不在身边。他催钱催得紧，所以我也是在征求柳如烟的同意下，才用他的身份证跑三个银行为办理了三张信用卡。我每个月工作所有的钱都要填补这三张信用卡的窟窿。 最后只剩下五百块钱作为我的生活资金才得以存活。这不在前一段时间，柳如烟还催着我去办第四张信用卡，只因为她说钱不够花。可每张卡的额度足足有五万之多。把资料整理好，我邮了个超快的快递送到他家。他娘的，老子不伺候了，爱谁还谁还。还好阴差阳错之下，老天爷给了我一次机会，这一次我绝对要抓住。至于那些视频，我是绝对不能散播的。 否则真的进了局子，谁来捞我？只是如果我手机丢了，那么也没人说些什么了吧？我把父母家人的电话号码全部删掉，只留下那一些共同的好友，还有留在相册里绝对显眼的视频。做好这一切以后，我尽管放心的找一个混子最多的街道，一不小心就这样把手机遗落。有些事情不一定需要我做，大有别人替我能做到。办完这些事，我直接回到乡下看望父母。 顺带签了个字，父母追问我女友的下落，都被我一句“她跑了”搪塞过去。翻田下种子，我把家里能干的活儿通通干了个遍。这一通运作下来，神清气爽。父母也开始为我张罗相亲对象，也不知道是冤家路窄，还是搭错了的红线。在我不耐烦答应相亲见的第一个对象，又是周月。我们坐在乡下的奶茶店门口，大眼瞪小眼。她姣好身姿和那格格不入的跑车，在乡下格外惹眼。 我妈说，她有一个年轻时特别要好的姐妹，生了个儿子，他们早就定好了娃娃亲。边笑说她不嫌弃喝下一口奶茶，对比她坦然，而我却臊红了脸。这到底是什么缘分啊？再说了，我妈什么时候有姐妹是如此的富贵人家？自知高攀不起，在周月说要帮助我的时候，我也就没当一回事。周月，你别当真，我们应付一下就算了。那我要是当真了怎么办？ 他的回答给我整不会了，也不知道是鬼迷了还是心窍了，稀里糊涂间我又坐上他的跑车，带着他回了我家。见到周月的到来，我妈笑的眼睛都变成弯月，嘘寒问暖了一番之后，把他珍藏的大金镯子一下子就套到周月的手腕上。周月虽不知，可我是知道，这大金镯子是我奶奶给他的，他是若珍宝藏的严严实实，现在戴在了周月的手上，我妈的意思不言而喻，月月啊。 这是我婆婆传给我的，现在我给你了，以后我就把你当成亲女儿一样的对待。我就知道小敏的女儿不会差。明天怎么样？明天我们双方就见面，把你们的事情定一下。周月娇羞的抱着我妈的手臂，一口一口的阿姨把我妈哄得找不着道，那我完全就像空气一样，两个都不把我当个人。现在到底有没有人能问一下我的意见？很显然一点都没有。就在他们两人的对话下。 突然间就达成了某一种让我都无法反抗的协议，我他妈要结婚了！作为新郎的我根本没被征求意见。在我丢失手机的第三天，登顶的热搜伴随着连环 call 打破了我久违的宁静。周周，你看到热搜了吗？赖在我家三天没动弹的周月推了推我，兴奋的举着手让我看。经过三天的了解，我彻底明白周月其实是一个脾气很好的女生，在我家这种极度苛刻的环境下。 他十分适应的居住下来，不仅半句埋怨都没有。我家的环境也因为他的细心，一点一点的温暖起来，比如一束鲜花，更或者那老旧的桌子上铺上一番蕾丝桌布，还有那一些陈旧的电器，也在他的装点下，一个一个的换。尽管我爸妈都劝他家里快搬走，这些电器太浪费，可周月总是一句话：“生活是自己的”，将老两口哄得服服帖帖。我在我妈的口里，也把他们家的情况了解了个七七八八。 我们家之间确实是有点渊源的，我对周月的看法也发生改变。周周，你看到了吗？这明明是我们那天拍摄的视频，怎么会被爆出来，还被冠上了欺诈的罪名？像是想到了什么，周月先是捂嘴，再接着眼含泪水的握住我的手。周周，你别怕，哪怕你进去了，我也会等你的。我皱着眉头，我手机掉了，视频的备份在里面，估计是被有心人捡到了。这不，我的话音刚落下。 警察的电话就打了过来，严厉的让我过去协助调查。这一切没太偏离我的计划，只不过捡到我手机的人比我想的心眼多得多，不止曝光了视频，还坑了柳如烟和赵明一笔。这不，两人气不过报了警，那他们两个比我想象中的还要阴险，觉得是我同流合污，故意泄露的视频。有因必有果，但我半天也不心虚，哪怕我心里乐开了花，但也只能不动声色的保持平静，应了声好。 时隔一个小时以后，我和父母告别，和周月一起来到了警局。我不想让他掺和这些破烂事情，可他非得跟着一起过来。周月，你先回去吧。周月一脸坚定，我才不回去，我就是想看看到底是哪个人长了眼，把这视频曝光出去。我要给他送面锦旗，见他祸从口出，我一把捂住他的嘴，别胡说，跟我进去没问题，但从现在开始你不能再说话。周月点点头。 踏入警局的一瞬间，一道尖叫声瞬间袭来。许州，这个乌龟王八蛋，一定是你！因为我不跟你在一起，就想毁了我，是吧？你这个贱男人，肯定是你故意把视频泄露出去的，想害我身败名裂，我一定不会放过你的。他的歇斯底里和旁边淡定的赵明形成明显的对比。倒是在见到周月那一刻，他心虚低下头。赵明，法院的传票收到了吧？我告诉你，我们的借贷关系成立。 并且会有聊天记录作为证据，你就算是想赖也赖不掉。要是不把我的钱还来，你就等着做一辈子的老赖吧。说好了不张嘴的周月对着赵明一顿输出，我就知道你们两个不是什么好东西，其实背着我们搞早就搞在一起了吧，竟然还反咬我一口，真不是东西。柳如烟那手指就指着我的鼻尖，对我劈头盖脸就是一顿骂。推开他的手，举起手巴掌差点就要落下，却被一旁的周月拦下。 别着了他的道，柳如烟却依旧不依不饶的叫嚷着：“打我啊，快打我！够了，在这里大喊大叫成什么样子？这里是警局，不是你家。”警员看不下去，以眼神向我示意。进了小屋，警察问我情况，我也如实告知。直到他问我手机的事，我才告知手机被我无意丢失。至于之后的事情，就更加与我无关了，完全是另外一人的手笔。在一番调查之下。 警察终于相信了我和散播视频的人毫无关系。警察同志，如果我前女友继续对我进行诽谤，我是否可以报警？哪怕我进来了，门外的她对我的咒骂还在继续，那种不依不饶的丑恶嘴脸，让我才彻底意识到以前的他彻底隐瞒了真面目。我们建议你走司法程序，如果有证据的话，可以对他进行起诉。警院给了我一个爱莫能助的眼神。啊！响彻天际，警察局的尖叫声彻底引起了慌乱。 许州，你到底做了什么啊？为什么银行的催款信息全部到我这里来了？红了眼的柳如烟不顾其他人的阻拦，冲上来对我拳打脚踢，而我自然也不能吃亏，冲着他痛感十足的好几个地方挥了几拳。打人了，打人了，快来人啊！不等他喊来人，我主动先退开，主动主张他先动的手，我申请验伤。柳如烟自然是不肯，可谁先动手，主责任就在谁。 所有在场的人看得一清二楚，人证物证都在，他没得抵赖。我借着这个由头，又是头疼又是心疼，索性做了个全身检查，全套下来差不多一个 W。全程陪同我的周月似乎察觉到了什么，她悄悄凑到我耳边问：“周周，你是不是故意的？”我既没点头也没摇头，只是笑了笑。警察问我是否同意谅解，我当然谅解。 从柳如烟钱包里挖出这一万块，比挖他的心还难受。他对我守财的程度我是很清楚的。别说我们谈恋爱那么久，他送我最多的东西就是十块钱五双的夜市袜子。只有放他回去，让那三个银行对他持续的追债，才能解我心头之恨。两个月的钱袋，他花得一干二净，玩起来自然也就没有那么的容易。但这些都不是我要考虑的事情了。周周，你做的好。 我早就看他不顺眼了，我查了银行流水，赵明也没少在他身上花钱。说着说着，周月生起气，笨蛋周周，给他花了那么多钱，你个笨蛋！他白了我一眼，踩着高跟鞋扬长而去。望着耍小性子的背影，我笑了笑，追出去把事情跟他解释了一番。周月先是惊讶，接着再是大小抱着我转了好几圈。你真的太棒了，以后我们家的钱全部都归你管。还不等我有所反应。 周月在我脸上落下一吻后，像只蝴蝶般飞走，一记尾气划过，我还留在原地发愣。嗯，这是什么天上掉馅饼吗？我摸了摸还带有余温的脸，勾起嘴角，好像这感觉还不错。等我处理完事情回家，远远就看到蹲在角落四处张望的身影，下意识的我想转身就走。许州，我们和好吧，我错了。听着他的话，我心里直犯恶心。 那周月是个变态，拿着自己富二代的身份，只会对你指手画脚。我以后都听你的好不好？什么都听你的，只要你和我和好，做什么我都愿意。明天把钱还上，我们就和好。我笑着甩开他手，直接越过他。我真的不明白柳如烟到底哪里来的脸面，刚刚才和我发生了纠葛，现在转头又向我示弱。据我对他的了解，无疑就是两个可能：第一，想让我替他继续还贷；第二。 也就是想让确定我是否真的不追究他的责任。当柳如烟听到我说要他还钱的那一刻，他的脸比锅底还要黑。许周，别闹了！你虽然拿的是我的身份证，可借贷的人是你，钱打到的是你的卡上，使用的也是你，怎么借贷的人就是我了呢？我的反问让他哑口无言。别说这些让人不开心的事情了，你忘了吗？我们都快要见家长了，就因为这点小事就分开，你不觉得遗憾吗？ 我和我妈说了，后天我就带你去见她，我们好好在一起，不要闹了好吗？柳如烟嘟着嘴，抱着我的胳膊使劲的摇晃。平时我接受不了她这副撒娇的模样，可现在我却觉得万分厌恶。柳如烟，你真他妈不要脸！我之前是因为喜欢你，可我不是傻，你该不会以为我戴帽子戴上瘾？铁证如山的场面都已经让我坐实，他现在舔着脸求复合的居心，可以说是显而易见。 唯一的良心只能告诉我，之前给他赠送所有贵重的礼物，我都不会再要回来。把我送你东西还给我。柳如烟脸又黑又红，我瞪大了眼，属实没想到他能说出这番话。但我的行动比我脑子来的还要快，直接开锁进门，抽出衣柜里那两袋子还没用过的粗糙袜子，甩到他的脸上。还多亏了你送那么多袜子，我一双都没舍得穿，拿走送给你以后的男人吧。砰的一声，我关上门。 许州，你个王八蛋，分手就分手，以后别来求我。不就是一些钱吗？我自己还就可以，谁稀罕你那些臭钱？给老娘滚！我开了个门缝，说了声好走不送。柳如烟气得一跺脚，尖叫一声，发了好一通的脾气才离开。当即，我就将自己的伤势和伤情鉴定书直接公布到朋友圈，配文被狗咬了，我完全没有遮盖，也就引来了一群活爹的围攻。 私信直接轰炸我，你真不是个男人，竟然和如烟计较，以后我们见你一次打你一次，绝不会放过你。我局子里有人，绝对不会让这件事不了了之的，你给我等着。对于他们的咒骂，我倒也是不看在眼里，只是把这些证据一一保留，全部交给律师。诽谤落不上，但是让他们能得到一些教育也是好的。原本已经尘埃落定的事情，在他们的搅和之下。 第二天，我又接到了局子的协查通知，可这一次不同，这边是要调查关于公然诽谤警方的事，而我作为三好的热情市民，当然竭尽全力的帮助办案。全部到案的活爹们，那眼神就像要把我生吞活剥。我含着嘴里的棒棒糖，将他们的恶行一点一点的揭露，心里那叫一个畅快。至于柳如烟，则是当起了缩头乌龟，不仅没出现，还直言和他们是普通朋友的关系。 生怕再惹上一身骚，他们彻底闹掰，活爹们和我道歉，警察教育一番以后，将他们放了回去。走出警局后，我觉得前途一片光明。柳如烟因还不起借贷，被列为老赖，追款的电话闹到了党员那里，毕业之事也受到影响，就连考研的事情也不了了之。而赵明因为柳如烟事的影响丢了工作，一气之下，他用偷偷拍摄的小视频威胁柳如烟给钱。 受了委屈的柳如烟自然是不肯，两人扭打在一起，又闹到警局。柳如烟不同意和解，赵明被送进铁窗中，他也因此失去了名声。那小视频不仅被传得沸沸扬扬，两人也算彻底在我们当地出了名。没有了水质缠身，我回归本职程序员工作，安静的过着朝九晚五的生活。老家的拆迁事宜确定下来，我们也从小康家庭跻身小富。 原本不想再轻易尝试感情的我拒绝了周月，可他又不知道从哪里学来的追男招数，鲜花奶茶不间断。我在他的战术下也成了公司的名人，每个人都知道有个美女在追求我，人人都劝我早点招了，可我都是笑笑不说话。这天我刚出公司门，炫红的跑车下倚着周月，他取下墨镜，朝着我吹了个口哨：“帅哥，要不要和我谈个恋爱啊？我养你。” 我背着手，缓缓的向他走近，反手拿出早就已经准备好的玫瑰。美女，谈个恋爱吗？任劳任怨，无怨无悔的那种。相视，我们笑得开怀。全文完。